曲子训练的话，就是手腕的要把它非常完美的提起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小节、第二小节。好，注意看这个动作。好，手腕先是平的，然后慢慢的往前推，往前推，然后呢再提起来，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。好，就相当于我们在玩橡皮泥或者在揉面的时候有一个这样一个动作。提起来以后，然后再回来。好，左手一样，然后也是慢慢提起来。这首曲就是训练的一个手腕的，然后我们先手腕是要把它对轻轻的揉进去，然后再提起来，就是这个动作。